我想晚会进行到这里呢，全国的所有观众朋友们都在期待着一个人的出现，他是谁呢？没错，他就是赵本山。是的，在我们的期待当中，本山老师今天又一次来到了辽视春晚的现场。水是有源的，树是有根的，本山老师来到家乡的春晚呢也是有原因的。本山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艺术家呢要对土地有感情。特别是上次生病之后呢，他也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牵挂和祝福，让本山老师一直是心存感激。于是术后一个月，他就对媒体承诺，只要身体允许，就一定要上春晚。在这里呢，首先我们要真诚地感谢一下本山老师，谢谢他20多年来对我们的陪伴，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欢声笑语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掌声有请本山老师给我们带来小品。哇哇哇哇，那什么，那个星光大道那个毕老师来了，那什么，我儿子田王呢？接他去了，搁村口。接他去了。啊，那个叔，那什么，你帮我忙，你先借我10000块钱。干啥呀？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，趁这空间，我好给他顶上啊。这没用的事儿。没用，你顶啥呀？能要你钱吗？他不要是他的事儿，咱又不表示，那不咱们差事儿吗？你别，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，夸下收你10000块钱，你咋想人家的你？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？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，我就拿回来，咱人情也交了。你这心眼子，行，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了，我借你啊。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，好不好？叔啊，太谢谢你了。用不着。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，我怕耽误孩子前程啊。没事儿，行吧，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。也是白比划。叔，你说这钱是我给呢还是孩子给？你交代儿子，让儿子给。那好，趁他注意。爷，这毕老师来了。哎呀，哎呦老哥，老哥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小子，那个刚下飞机哈，一年多了啊，这一年多了，挺好的是吧？挺好，你气色挺好啊，哇，气色，家里都温暖吗？是，地球都变暖了。你家长一年辈是吧？都当老爷了。是一年，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。来，哎呦，大家。我们去接你一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用客气，老哥。怎么了？去年怎么了？那得场大病啊！啊，怎么悬透了？搁上海。哦，我都去那边了，走半路，人家同事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，说是缺主持人。我去。我到那边主持节目，完了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？来，是热吗？啊，对，屋里是热。来，衣服脱下来。安排。挺好的是吧？他不是他热，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。他这个气候，他整个一说，顶上了，顶上了，硬挂顶哪去了？顶兜里了。我他看着了吗？没有。你干啥呀？他得让他看着我，你那不白顶了吗？你怎么想干想到？哎，那干啥呢？他说我不抽烟。那啥，那是不是有点冷啊？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呀？没有，你这天儿啊，这东北现在冷啊！我这屋里，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。那什么，你把棉袄拿来，那垫屁股上，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。来来，哪有什么趴下的？这动那什么？哎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钱，指定是钱。钱。哦，毕老师，这个，谢，你帮我装着。哎呦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怎么？你等着，老哥啊，打个电话。那个，毕老师，他俩呀。喂，啊，我媳妇儿，我
你看你走那点事儿，你弄一万块钱，你不知道往哪放，我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在那外衣兜里头。好好好，我到了，到了，这么就是说啊啊，就我媳妇的电话啊，收了，啊收嘛没收了这。你说什么呢？给媳妇打电话啊？对呀，啊，不说别的了啊。据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？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，说他有点本事，林蛙。哪呢？林蛙是蛤蟆，叫田蛙。我还忘给你介绍了。哦，这是田七。啊，那他爹。田哦，他爹啊。啊，他爷俩。田鸡。哪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？不是，他叫田娃，这是田老七，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。来，这个你要看看呢？是有什么本事？别看了，没用。怎么没用？就是就行，他也去不了北京。去得了，去得了，只要行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，需要参赛选手。不是老穷了，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。哦，经济上比较拮据。哎，因为现在还有机会呢。哦，这刚拉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我呢，其实我带了一万块钱。哇，我先给垫上。哇，路费。路快回来了吗？我说去了回去前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，好吧？嗯，那没事啊，那行，看吧，放心大胆的，来吧，看看有啥活。那什么，那什么，首先那个，毕老激动，立正来，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，先热热身。这需要热身吗？是吧？啊，那先热身，咱们一会儿。哎，我靠！不是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呢？折的能来点连串的。太厉害了！为什么是来点高难度的？来，上干啥呀？干什么？妈呀！哎呦！你上那上两下啊！哎，别上，别下！哇，这翻这么高啊！哇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大兄弟，你怎么上桌上？你给我上来！不用了。你的本事太大了，你啊，本事太大，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？不是，我这本事还不算大，这都能翻译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一下生那天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就问大夫，我说生那姑娘小子，大夫说没看清啊，一生下就上树了。你别插话了，你跟拿下来，你把那凳子拿那干啥？你那吓着人家，你是还要上那翻去？告诉我，就是天赋。跟我爹学的，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。大兄弟，这您有功夫啊？啊？什么话呢？说的？这你那什么？我也有功夫。哎呀，看，老哥，赶紧吧，拨电话，120是多少了？老七，你瞧你这多余点事儿，这么大岁抻啥呀？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，不在飞多高多远，关键是平稳着陆。起来了不？起。起来了。你别说，你也可以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。主要是气质。哦，这还气质？不是，您这两下子跟谁学的？我是跟我爹学的。他那祖辈传，他爹更厉害，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，哦，死的老惨了。那个，像我们习武之人，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。不是，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？哦，好了，不说这些，不说。他爹会主持呢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老哥，你真幽默！我发现老提我，他们就是说他那个歌儿怎么行？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，好不好？能唱歌啊？需要的就是唱歌，好吗？你都能唱谁的歌？好吧？你愿意听谁的？小沈阳的歌你行吗？那唱不了。调太高上不去是吧？
他那太低，压嗓子我。叔啊，那么那个中国歌，我看就别唱了，他使不上劲呢。你这样，咱们来外国的，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，斯瓦辛格的，来一段。不是，那是谁？那是萨马兰奇。你别扯了，哇，那是阿凡达了。不，那个那是帕瓦罗蒂。对，来帕瓦罗蒂的，快点。那个正经唱啊。好。年龄大了。没事没事，别紧张。妈妈我走了，还要别来呢。太高了，你看那个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。海螺音，毕老师他说错了，那叫海豚音。哦，海豚音。对，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维塔斯，维塔斯，来，有点冒汗了，孩子都，别紧张，这都是家里人，你坐看。没有音乐，那个啊，那这回你把你家人DDV还用上，DVD 还DDV，你瞅你看这，整的吓人倒怪的，还DDV用一下子不活了。老哥，人家唱歌，您在这干什么？扮演海豚呢？这海豚你怎么了？这抽了都？不是，它疼，它不疼能这么叫吗？怎么样？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。苏格兰风情。啊，那个怎么样？还想听啥？所有乐器全会。好了，还有回乐器啊！啊，你别动了，不，足以了，老哥，够了，吹一段喇叭，不，别吹了，别吹了啊，足以了。你呀、啊，小伙子，叫田娃，田娃，你就等一下，过了年之后去北京，好不好？那谢谢你，毕老师啊，你干啥呀？我就先去到乡里去，乡里去。不，你儿不在这等我吗？那文化站还有点。他定去北京了。去啊去，过了节就去。咋去啊？坐飞机吧，咋去啊？飞机随便坐呀。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他刚才你忘了，就买票困难。我知道了。机票钱是吧？就那呀。那个就这样，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-4000块钱就差不多了。哦，不够。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。不够。咋够了？够了，绝对够了。我俩是组合。不，他爷俩组合。爷爷他能去吧？那没去过北京。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，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。那8000，8000，好吧？那不用查了，那是10000。哎，你怎么知道10000呢？我不去了。啊。
你这样，你8000块钱，你们俩路费啊。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，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，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吧？我本来想表示一下，来匆忙没法表示。还有2000呢，老哥你随便买点啥行吧？行，回来了。哎，你去吧，那个我儿子他们等你，你就吃饭去啊。什么回来了？我说那人都回来了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抓紧时间。欢迎你们，再见啊。没白忙啊，看着吗？多好个事儿，事儿也办了，钱也回来了。哎，这点钱是你的啊？啥玩意儿？这不都我的吗？不是，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。不是我这不你跟我那拿10000块钱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拿那10000块钱，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？收你不说算你的吗？收完了。你装啥葫芦？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，信封可以给你呀、啊，这信封。那我钱呢？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掉地吗？完我说，哎呀，他肯定兜里还有10000块钱，是搁他那呢。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，快去。这事我没法去挑，俺们这都定完的事，我容易我俩去挑，不得把俺俩挑下来吗？孩子，你去撵毕老师去。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，哎，也不用撵，毕老师回来了吗？都。哥，你跟我玩游戏是不是？这发现能力了吧？我跟你说，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，已经给了他了。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？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他呀、啊，刚开始啊，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，这家伙说你来了，给你拿10000块钱，怕这事不准上。完了，表示掉地下来，完你误会了，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，那赶紧收回来吧，也不能要。哦，那这样吧，那10000块钱那是你的，这是我的，好吗？来，毕老师，大兄弟，什么意思？好，你拿着。我说你得收了啊，这钱。我跟你说，你要不收这钱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。你要真不收，你干啥玩意儿？毕老师，你这真的收了？你逼人家犯错误呢，人家能收你的钱吗？这整没用。他不收，我心里能有底吗？我收，我收下。这10000块钱，我留着。不是你真收了？哦。大兄弟，如果去北京，你们是第一次去吗？哦，我第一次去、啊。长城去过吗？长城没有。颐和园去过吗？幼儿园去过呀。不是，长城、颐和园，还有鸟巢啊、水立方啊，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，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吗？那得需要盘缠呢、啊，需要旅游费啊。这是我的意思，好吧？拿着。行，我领他们去。那我给你去。不是，那时候我能找着。孩子，快去叫老爷。那我就去。老爷，叫什么？一年了还叫老爷啊？太老爷。这样这样吧，走，你儿子等我了，好吧？欢迎你们，就说了你。说，哎，你说这10000块钱要旅游，我省点花能够不？我呢回来了，这钱还不明白吗？还花啥旅游啊？不是，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？人家是属于给俺俩旅游的钱，人家心多善良啊！人家你咋装糊涂呢？我不跟你俩说，来来来，孩子、啊、你看明白了，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事。你我看我爸给我10000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，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，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？那我钱顶哪去了？你那不给你2000块钱吗？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10000，你看着没啊？那我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我认了，行不行？我认了，这个事儿就这样，行吧？那个不管咋地，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，毕老师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？爹，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。叔，你那这么说，那么的，我就少去一个地方，我就给你扔200块钱。你上哪去？那我出去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兄弟，我爹头回这么大方，给我都1块1块给。
那我回去了说啊。你给我站着。你这样，那个啊，嗯，这你帮我捋一捋，我这10000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？怎么回事呢？你从他们开始，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怎么借的？你来年你从头捋一下子，好不好？就是帮你找找这钱呗。对，我来前那个我是不是跑着来的？那你得看吧，怎么个过程来？嗯、我怎么就找不着呢？我钱扔哪儿去了呢？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？对不对？对，我说叔啊，我说那个老毕来了，我儿子呢？接他去了，接他去。我说叔啊，你借我10000块钱呗？你干啥呀？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。人不能要，他不要，那是他的事儿，你别因为这事耽误我儿子前途嘛。你这么的，他如果要这钱，就算我的，行不行？对，你说完这句话，你确实这么说的。完了，你就借我那么钱。搁哪借的？搁这抽匣里拿的吗？嗯。钱呢？钱就是这在这里搁的，完了你给拽出来了啊，嗯，哎，完我说叔，你借我10000块钱啊。不借。爱上哪借上哪借。不借呀。啥？不对，你才刚你是借我了呀？我现在不借了。这借钱的人太不准生了，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。还借？谁来也不借了。你该爱哪借哪借去。不是，问题你是怎么还没演完，还得往下演呢？没演完，那演不是这个钱，这是老毕那钱，那是这个钱，来，咱重演了。爹呀，不能演了，再演咱这钱也没了，赶紧回家吧。没演完呢，你别演了，走吧，赶紧回家。我哪走啊？这。跟我俩扯呢，你还差点没扯着我10万块钱。来吧，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本山老师，谢谢。